纷争乱世，豺狼当道，非苍鹰猛虎之辈，必受尽挫，生死不由己啊！有人看这宏图霸业是正事儿，我看哄小美人高兴才算是正事儿。这江湖之大，高手更是如过江之鲫。双刀一剑窟窿手的故事已经过去了。 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闯。你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再给我十年，我踏平这山头。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人中龙凤，得天独厚，天资卓越，就你话多。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要成为我自己。真正的强者，不但是武艺超群。 更是心怀天下，除非等我闯出一番天地，定会叫你刮目相看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间的对手吗？你跟阿肥比，简直就是自不量力。我们打一架吧。我可不行，没刀我怎么打？我们48寨的血脉，没有退缩二字。 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都会给你一起面对。今天我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。阿飞，这次我不逃了，跟你共进退。干什么呢？哦。